贤大哥，求你嘛叫你斗三工，孙女嘛希望你会当斗三工。是啦，甲阮斗三工一摆就好啦。是啦，拜托啦。也唔讲，我敢讲，你无希望大家做伙趁你做菜的命运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只是我。这是什么？只是。
我愿意甲恁斗相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来这么紧张呢？哎呀，我不是头一遍做菜啦，真正是愈活愈无胆。啊，不是要上刀山落火海，我只要等到约定的时辰那到，门外传来暗号，我就将阿威门给拍开，让我离因里外就好啊。有甚物通我紧张咧？有甚物通我紧张咧？有甚物通我紧张咧？是讲，因为甚物也毋来呀？斗三工是对啊，唔对。请问这个时阵来伫遮，伊会讲什么？伊一定会讲，咱人啊，唔通做歹事，都爱加做好事。只要咱人哪拢会晓安尼想，这个世界都会。愈来愈好。
只要人人拢安尼想，这个世界就愈来愈好。你是善良的化身，心暗中的道理，人道良心，我相信，做恶相信。卡苏哪会用的？什么人无想要做好人的？是因为伊拄着真大的困难，走投无路，不得已。但是，若愈是伫咧困难的时阵，坚持善心，就会愈珍贵。迄种人，无论是伫咧什么所在、什么时阵，伊拢一定会真好受人的尊敬、甲敬佩啊。在困难的时阵，坚持善心。是啊，其实做好人并不简单，做歹人就容易的。你敢那还会记得我捌对你讲过，这个世间处处拢总是陷阱，什么人勿起恶念？假使那是屈服伊恶念，就是会跌落陷阱之中啊！我会记你，我嘛会记你。你有讲过，莫以恶小利为之，也过不管别人如何，歹人袂用个加我一个，好人袂用个减我一个。我哪会一时袂记哩？曾经讲过这的话，我明白了。宛如无悔，记恩情深，心情多难平，一夜
就是唔对，唔是阮的钱，都无应该提啊！奇怪，唔先敢写袂到，是你收细声，较大声的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较大声，好，我较大声。是遇到什么困难？咱不应该按你做啊！这是安怎？既然明知影这是错误的代志，咱就不应该做。我不是叫你去做主动，不是去做主代的。是啊，危险大哥。这是因为我想起有人对我讲过的一挂话啊。梦想不
能力靠家己赚钱。唔免惊，恁都爱相信自己，只要有心，都一定会当找到工作。无定拄开始，恁会真辛苦。也唔过，总是会愈来愈好啊。什么事你都无钱啊？啊，无钱啦！好啦，交给我骗，卖怪我去夹动手哦，唔得来哦！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啊！阿姐，今仔我妈有啥物物件当整坏啦？还阁有困时啊？滴？哎呦，回头我坐，回头我坐，还无，别紧，我紧来去请大夫。阿姐，啥物人啦？咱哪有去找大夫啦？是啊，哪有大夫紧来看？我知影有一个人。一定会答应。啊，是什么人？青音姑娘。啊，我进来。